结束两个世界的呼吸，对彼此很好奇，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，明明就心动的不行。相信两颗终于能敞开的心，所有悲伤都能免疫。我和你一起陷入了爱情的惊喜，悲伤透了的心吻下去，不会再迟疑，彼此眼里交换勇气。我对你做的这一切，不是因为我讨厌你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。顾总，你突然这么说，让人真的很难相信。去体会拥抱世界的不完美，勇敢敞开心扉，去逃离黑暗的包围，想和你去体会。你也快点回去休息吧，两个大男人喝这么多。双娇，双娇，怎么就错过你了？吴杰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已经辞职了吗？怎么和顾仁杰在一起了？他是不是被骗了？不行，我要去弄清楚。你干什么去啊？人顾仁杰怎么骗双娇了？那他跟我姐一直纠缠不清呢。我没觉得纠缠不清。顾仁奇对双娇一直就挺好的，之前双娇做上门清扫的时候，顾仁奇以为他出事了，直接冲去客户家里，手都受伤了。看来你还挺欣赏他的嘛。专一的人当然让人欣赏了。那我在你身边待这么久，怎么没见你欣赏欣赏我呀？你专一吗？你就是个海王。海，哎，你。
我对你一周的训练已经结束了，是时候离开了。希望你和双娇可以将训练进行下去。祝你早日恢复。谢谢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对待双娇。 笑笑多好看啊，比平时把这个脸好多了。不过，这手感怎么这么真实啊？嗯，这不是梦，很痛。 外面的洗手间没有牙膏了，可不可以？进来吧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一起吧。哦。 双娇，你这样刷牙是不正确的。啊？刷牙的时候呢，要把你的牙刷跟你的牙齿成45度角，然后门牙要上下刷，不可以左右刷。 那个个人鞋，我想试考了。走了，等一下。 现实最好安排，梦都开始充满色彩。我想就这样，每一分一秒把你宠坏。我就想这样，每一分一秒把你。
你宠坏。好了。还给你。陆显哥，久等了。什么事在家不能说，非得特意把我叫这儿来？这是什么呀？昨天在家测试电路的时候，把电路给烧了。差点没被我爸打死，不能在家操作了。人有时候呢看不清自己的内心，这个可以帮你。这不会是测谎仪吧？是啊，我研究了一下原理，连夜做了个简易版的，怎么样？你打算拿这个去拷问朱颜？哎，陆贤哥，你来试试。我就不用了吧？哎呀，试试嘛，真的是，哎呦。试试，试试。测试开始。你最喜欢吃的是草莓冰淇淋，不是？真话。不对啊，我怎么记得你经常买啊？因为你姐喜欢吃。真话。你到底喜欢我姐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真话。你说这个柿双娇有什么好的？哎，你是不知道，她睡觉打呼流口水，力气还特别大。吃薯片，薯片如果掉地上了，只要不超过三秒钟，照样捡起来吃。真话。你看，没骗你吧？你是你姐亲弟弟吗？我这不是想让你早点走出失恋的阴影吗？失恋？啊。我确切来说只是单相思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吧，你像我一样，多想想他的缺点，他其实啊，也没有那么好。他很平凡，也不漂亮，粗鲁又不礼貌，爱逞强，爱傻笑。嗯，看到草莓冰淇淋呢，眼睛就会发亮，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，吃饭的时候也是狼吞虎咽。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，实在是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真话，很好，继续。但是她处处为别人着想，看到弟弟逃学后，会比自己丢了工作还要紧张。包里呢，总会装着空瓶子，只是为了收集起来，给回收废品的老奶奶。她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，不管自己每天有多累，都会把自己最阳光的一面展示给大家。嗯，那你吃冰淇淋，吃了冰淇淋伤口就不会痛了，心情还会变好。这是我最爱吃的，让给你了。吃个冰淇淋能让心情迅速变好。你也这么认为啊？对啊，这个还是别人告诉我的。疼的时候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吃个冰淇淋，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没那么疼。这不是你的问题。如果你再这么想的话，阿姨知道了肯定会不开心的。不对。不是让你说他的缺点吗？你怎么又说了一堆好的呀？我说的都是缺点。假话。你看，连测谎仪都看不下去了。用测谎仪来测试感情，这只能说明你的内心不够坚定。我只是想知道，我的付出，他会不会有回报？我喜欢的人，是不是也在乎我？喜欢一个人就会尊重他的所有选择，而不是让他为难纠结。那你就甘愿这样看着呀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，就不会计较对方对你的感觉，认真付出就好。我
你在干嘛啊？哦，我要和东贤去南溪市做调研，所以整理一下行李。那我帮你一起整理吧。 手套、口罩，装这里吧。嗯，再拿两瓶不同种类的免洗洗手液。你带这么多东西，要出去一个星期吗？一天。一天带这么多东西啊？是不是陆贤的诊疗没有效果？ 我帮你去问问他吧。他走了，一星期的诊疗时间已经结束了。走了？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？没事，有你在就好了。那你之后怎么办啊？所以我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，就是要应对不同的情况。陌生的环境，我也会担心自己不适应。还好你帮我整理，快多了。搞得跟打仗一样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麻烦？ 不麻烦，这只是一个特别的习惯。就像我的邋遢也是一个习惯啊，就不是什么好习惯罢了。我以前打工的时候，爱干净简直就是一种奢侈。如果我每天把早上洗头发的10分钟时间花在睡觉上，就不至于错过公交车了。我以前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 花在工作上呢，就不可能顾得上别的。其实可以不用这样的，放松一点。有你在好多了。我会陪你一起，我们把这个病给治好。谢谢你。我再看看还缺什么。 谈恋爱的甭叫醒起床服务，让他觉得我们在你怀里。刷牙的时候锁吻，在他害羞的时候刮一下他的鼻子。顾总这么用心做了笔记，我怎么能不好好拜读一下呢？ 倩倩最近感情生活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和顾总在一起啊？有人想问我是不是单身是吗？其实我在这里想解释一下，我跟顾总一直都是好朋友，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哦。我是单身，可这哦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颜值和身材哪个重要啊？其实你们说的这些问题呢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他关不关心我。 他是否是一个正直、勇敢、有责任感的人？因为我觉得这些因素才是决定两个人能不能携手走下去的原因。所以，喜欢我的人，请勇敢追爱哦。
刚刚我都说得那么清楚了，那个木头该听明白了吧？要说的话，我刚才在直播里都说过了，限你十分钟内表白，否则我就改主意了。你好，李东贤，李先生是吧？嗯。你肯定是在准备，那就再给你半小时吧。我们接到姜文池报案，说你上周二晚上打了他，是这样吗？嗯。那你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吧。没什么理由，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李先生，据我们所知，你有过打架斗殴的前科，如果你不能解释清楚的话，你很有可能追究刑事责任。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比较好。就那天我去酒吧，我遇见他，我跟他以前认识，有些过节。他在我耳边讲了一些不入耳的话，我忍不住就打了他一拳。但听姜文池说，是因为一个叫汪倩倩的女人。当然不是。这件事就只是我跟姜文池私人的事情。李先生，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态度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得不对你进行拘留7天的批评教育了。你想？我接受。混蛋！顾总，东贤突然说有急事要请假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也没跟我说清楚，只说没法陪您出差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，等他回电话我跟您说。您放心的去出差。好。怎么了？东贤突然有事请假，明天没有办法陪我出差了。那你一个人出差没有问题吗？嗯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我们都准备好这么多东西了。那要不我陪你出差吧？啊？真的吗？我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。调小一点。嗯，第10条，播放古典音乐，在制造浪漫气氛的同时，还能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自己独特的音乐品味，是这样吗？并没有，你想太多了。我来放吧。
买回来了。买的什么？好吃的。哇！尝一个。嗯，我不吃。那你闻一下，很香的。我，你吃吧，你别拿这么近，我怕掉一些碎屑会滴油的，你吃吧。哎，你看，地上飞机。啊！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还可以。但这种快餐食品还是少吃。尝一个汉堡吧。就这么吃？不然怎么吃？没有什么刀叉或者盘子之类的东西吗？根本不像我自己，压抑不了的糟糟的情绪。那汉堡还是用手拿着吃才最香。这种快餐有什么好吃的？好，我吃就是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吃个汉堡要下这么大决心，真是暴殄天物。不是，你知道快餐里面有多少盐，还有多少香精？哎，好，而且你看，这蔬菜其实不新鲜，你看。哎，你快吃吧，颜色都不变。好了，快吃吧你。不然你也请吃吧，我看你有多喜欢吃快餐。其实蛮香的。评估过后，清扫难度并不会太大。嗯。时间这么晚了。对啊，这个公司附近啊，环境真的不错。周围有很多好玩的，而且早茶也很好吃。你怎么这么了解啊？你之前来过？朱岩告诉我的。这次时间有点晚了，下次有机会一定要试试。那不然我们明天再回去吧。你的意思是在这儿住一晚？现在时间也晚了，回程要三个小时呢。疲劳驾驶确实是挺危险的哈。是啊。我们就就近找个酒店，然后尽早休息。好。走了。顾总，我们真的要在这儿住一晚吗？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外面住一晚。你不喜欢这个酒店啊？不然我们再换一家。不是，没有这个意思。身份证给我。你行李箱这么大一个。
有备无患吗？不会开一间房吧？不要，这进度条也太快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两位，请问两位是要一间大床房吗？不是，他是我领导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我们就是两间房。好的。那个房间打扫的干不干净啊？我灰尘过敏。啊，请您放心，客房已经打扫的非常干净了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。比我的标准整整少了一个百分点，完全不行。现在呢，确实已经很晚了，我们真的没有其他房间了。要不您先将就一个晚上，有什么需求的话，我们明天再来帮您解决。不是，我只住一个晚上，你们这样的环境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睡着。而且这个应该今天就得解决吧？我们的客房已经达到了国家五星级的卫生标准。我们的消毒水也是完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，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话，可以离开，我们马上为您办理退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跟这位先生换个房间就行了，不麻烦了。没事，过来。他们不符合标准啊！这的房间真的不够干净。都说了没事，你过来看。房间和浴室我都用公司的消毒水帮你消过毒了，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香薰。所以你连寝具都是从家里带来的？是啊，你只要一出差我就给你备着，我怕你万一在外面留宿住不习惯影响睡眠质量。那你行李箱装的全都是我的东西？嗯，这不就派上用场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真的是有点麻烦。不麻烦，我都说了不麻烦，是习惯，习惯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我回去睡觉了，早点休息。哎，别走。嗯，难得出来一趟，我们一起看个电影吧。好啊。法医那边刚刚给到的鉴定结果，死者……这是我们从你家找到的锁链。都要抢走他。你害怕？不怕。不害怕？你闭着眼睛在练习听力啊？就眼睛干嘛？哦。你一个女孩子看鬼片都不害怕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个很弱啊，不够刺激。不要吓我。
下次我们绝对。睡着了。照顾我一整天了，累了吧？辛苦了。嗯，我怎么睡着了？这都播完了。是啊。这么晚了。那我回睡觉了。哎，别走。嗯。我那个房间也真的不干净，在这睡吧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回自己的房间睡吧。Bye.